完全 HSK 四级词汇。考试的结果出乎我的意料。考试的结果出乎我的意料。春节是中国最重要的节日之一。春节是中国最重要的节日之一。我们应该节约用水。我们应该节约用水。请你解释一下这个问题。请你解释一下这个问题。尽管外面下雨，他还是去了。尽管外面下雨，他还是去了。明天的演讲让我感到很紧张。明天的演讲让我感到很紧张。研究正在进行中。研究正在进行中。这里禁止吸烟。这里禁止吸烟。他的表演真是太精彩了。他的表演真是太精彩了。经济学是一门有趣的学科。经济学是一门有趣的学科。他经历了许多困难。他经历了许多困难。这次旅行给了我宝贵的经验。这次旅行给了我宝贵的经验。京剧是中国传统艺术的一部分。京剧是中国传统艺术的一部分。警察正在调查这起事故。警察正在调查这起事故。这里的景色非常美丽。这里的景色非常美丽。他竟然考了全班第一。他竟然考了全班第一。市场上的竞争非常激烈。市场上的竞争非常激烈。他在镜子前整理头发。他在镜子前整理头发。你究竟想要什么？你究竟想要什么？他举起手表示有问题要问。他举起手表示有问题要问。